干啥呢，阿发？这小虾谁给扯烂的呀？这不叫扯烂，就是把虾给分了一下。好，阿发。阿发不放心你，他怕你给他吃了，他一直盯着你。阿发可能在学。陪他，是谁给那个虾给扯坏的？还装若无其事又啃咬。慢慢等吧，就你铲屎官这个手工，够做半天了。拿走吧，你不拿我给背上了，要不要？你也守在这等着了啊？等会儿来，还没好。阿发，你那半不要了，你又来等着。小贝塔，直接把阿尔法这边拿着啦。我感觉阿尔法好像正在学习这项技艺。哎呀，要好了，下轮。别咬了，不能想。虽然铲屎官给你修了，但是他没给你修想不想这件事情。看来你对你铲屎官挺自信的。